安仔啊，听闻咧电缆桥火烛嗰单嘢你做嘅喎，我系受害者啊！好彩你冇死啫嗰次，我冇死，我仲喺度。系你未死，我唔理。我点舍得死啊？我对病人 OK 嘅，但我嗰个语气系应付喺孤零身上。搞灯，失常。呢个 excavator 咩话 ？excavator 系啦，我唔得，系啦。即係咁樣咯，即係我好，我入行嘅時候都好似冇幾個演員係咪？係係。咁所以就喺嗰度，我仲記得嗰陣時好傻更更講咗一句話，係啦，我而家喺電視台做，希望你多多關照啦。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Music Panda Day。散于街里，听到像鸟快要撞身冰雪里。然而谁一伸手，又阔天空。继续，你将活着就是习惯失去。哪个会答我与理想不会睡？然而谁一起身，已经起舞。需要爱哭，我跟你爱哭。需要祝福，我给你祝福。需要远渴望近，便渴望会更好。一路走着，一路走在生命之中，一直失望，一样不断希望之中。请相信，人人能发现未来即将碰到。一日分别，一日相遇，天地之中，天地崩坏，一样一步一步陪着你。从不怕迷路，一刹漆黑，有几实光辉未到，闭上眼睛可看到。继续，命运极渺渺，再没有根据。世界太怪怪，到勇敢走过去。谁和谁一转身已经不老。需要爱哭，我给你爱哭。需要祝福，我给你祝福。渴望近，岁月远，但岁月会更好。一路走着，一路走在生命之中，一直失望，一样不断希望之中。请相信，人人能发现未来即将同路。一日分别，一日相遇，天地之中，天地崩坏，一样一步一步陪着你。从不怕迷路，从来无人知道，暴雨后有千道，最冷处吹起暖风。来无人知道，越缺后有好梦。一日光痛，一日哀痛，一日今日，一日欢呼。请相信，人人能发现未来已想不到。星在膝下，花在肩上，身在心中，千万珍重，即或一步一步离开你。从不怕迷路，一次出生，那些美好仍然未到。
再呼吸，太多美好怀疑就到，闭上眼睛可看到。多謝安仔同 Alfred 帶嚟呢個未知道啦，咁但係我就知道咧 ，music panel 好多粉絲咧就話好想見到 Alfred 同安仔呢一個組合啊，我哋咧亦都好成功地由下面咧就請咗佢哋上嚟啦。下面嘅意思係喺下面啲留言見到，咁而家佢哋就坐咗喺度啦。安粉歡迎你哋 ，Hello，Hello， 喂，開唔開心啊？又上嚟啦，安仔。好開心，係咪啊？見到 KB 又開心噶啦，係咪啊？我你哋係第一次合作喎，平時。都不算叫做第一次合作的嗯，之前我有一個campaign 宣傳 campaign 就我們要我的距離嗰只歌咧，咁、我就揾咗安仔嚟幫我做一個 live、但其實嗰次已經有啲默契出現咗啦、而我哋咧其實除咗安佛呢個朵之外咧，我哋有多另外一個朵嘅。粗鄙人啊！我超級咩鄙啊？粗鄙人，粗鄙人，粗鄙人。我哋有個英文名叫。Chubians， 因為我哋最計蝦皮人 ，Chubians 係啦，因為我哋嘅大髀都粗嘅，係啦，但我慢慢去跟唔上阿佛啦，係啦，我今日就唔露大髀，露細髀，露咗個小腿出嚟，小髀。但係我發覺咧，通常即係即係大髀粗啲嘅，腳粗啲嘅，即係唱歌好啊。穩重啊，同埋個穩重係個底氣夠係咪？冇錯啦，係啊，即係我哋譬如Eason 都係即係出名粗腳啦，整28寸大髀嘛，係啦。咁所以你發覺咧，即係其實真係粗腿嘅人咧，係唱歌即係夠穩重啊，係啊。咁anyway問下啦，好嘛 ？Alfred 第一次上嚟啦，係嘛？喂，我都好開心喎，真係終於可以有你上到嚟。哦，你第一次嚟啊？我第一次啊，係啊。我第一次嚟 Mr. Panda， 咁其實好好嘅，我覺得你哋會問咗我其實想同邊位嘉賓合作，咁我就誠邀咗重金禮聘咗安哥過嚟，係邊啲金？晏啲會俾你嘅，你唱得好先啦。頭先食咗你啲嘢啦，係嘛？食咗你嗰、那個，食咗檸檬糕，檸檬糕啊，當係啦。我想講其實 Music Panda 我自己都係粉絲嚟嘅，我有睇㗎，會有睇嘅，真係㗎，係啊。我最中意睇你嗰啲咧，即係我上次我啲女咧，阿 Marv 同阿變曬聲啊嘛，變曬聲啊嘛。哇！佢哋一嚟到跟住之後，好、哦、歡迎大家收到 Music Panda， 你嗰把聲咧，即係好過分。但係我覺得可以有個空間咁樣，我哋做一啲唔同嘅音樂風格係幾過癮嘅。咁而其實我自己即係即係除咗我哋隻腿有呢個認證之外啦，其實我對安仔把聲不嬲都係覺得。尤其是他有自己的想法、可以大家一起撞到一些東西怎樣表白表白、啊、而且我們大家的聲音其實有些音質是有些不同的有些不同的音質所以非常之音質是、希望今次這個合作可以給大家新的東西聽而且其實之前也有、除了音樂上合作之前 Alfred 做過節目啦我又係咯，我哋一齊做嘅節目，我做過嘉賓，一齊玩啊，一齊踢波啊，一齊做整嗰啲藝術品啊，跟住傾咗好多偈。其實我哋我同阿 Alfred 都好多共通點嘅嘢，都係好中意講嘢咯。Anyway， 我想講咧，真係嘅，即係我都想多謝 Music Panda， 因為咧佢即係帶嚟啲嘉賓嚟咧，好多時候即係我哋識咗好耐嘅朋友咧，終於可以由喺可以即係坐埋喺度玩音樂，係咪先？我哋識咗幾多年啊？超級巨星二。一我係哦 ，sorry， 你係一，所以有成13年啊，都有啊，十幾啦，係啊，睇住你大啊，係啊，睇住你大，即係嗰時 ，Alfred 已經係好，即係佢好知道，好明確嗰啲嘢係，即係佢嚟到已經即係你知啦，即係參賽者咧，我想話安仔參賽者好多時候就係嚟到啦。即係好騰雞噶嘛，但係你嗰時係已經冇騰雞，係你即係你要個琴嘅咁樣，即係你好執著嘅嗰陣時已經對音樂上我見到。係咩？我未有俾嗰啲 hard time 俾你啊！喂，你放心，你俾唔到我嘅係。不過我哋都係唱歌比賽出身，可以叫做。係啊，我本來其實係有參加咗巨星嘅嗰陣時。哦，係啊，係啊，但係我另一邊雙又參加咗另一個歌唱比賽。係。咁要二揀一，咁我就玩咗 Superstar 個比賽咯。哦。係啊，所以其實大家都係。我嗰陣時參賽嘅時候已經見過佢噶啦，係啊，我有見過佢噶啦。嗰陣時冇乜印象。係好一種斯文嘅感覺，同埋好一種好好一種好好好 elegant
Elegant 係啊，同埋瘦啲咯嗰陣時。唉，好啦，講到呢度啦，好唔好啊？都好啊。喂，咁咪嗱，講開啦，即係譬如有比賽，有唱歌。喂，其實兩位咧，即係其實未入行之前咧，都唔係歌手嚟噶嘛。哦、即係譬如 Alfred， 你係之係讀牙誒讀牙醫啦，係咪啊？我都咁，我而家都牙醫嚟。係啊，你而家係牙醫。喺佢面前，佢咪唔敢開個口㗎？有啲朋友係會即係都一見到我就，即係比較客套啲咯，笑得。係，咁點解會無啦啦即係會即係想走去唱歌咧？嗯，我都知道你都答咗好多次啦。唔係啊，我突然間諗翻點解我嗰陣時中意唱歌，或者點解想參加唱歌比賽？咁我入咗大學，然後咧就發現大學嘅唱歌比賽比起中學嘅時候更加少。跟住之後就覺得唔夠喉，咁就同朋友一起參加。咁好典型嗰啲故事就係、是、一起報名，佢幫我報名，但係跟住我入咗佢就冇入到。慘啊，係係。咁但係唔係佢而家唔慘嘅，佢而家係一個非常之成功嘅牙醫。律師，哦、都係牙醫嚟嘅。係都係牙醫嚟嘅，有即係咁非常慘，有老婆有小朋友咁樣啊，有車啊有成咁樣，所以好開心嘅。我而家就努力酸喎、啊，睇到你，我酸啊，酸酸我成日會諗啊，人去到呢個歲數就會諗翻啊，如果我當其時唔係揀呢條路嘅，會點樣走向咧？喂，咁不如你講下，我都啱啱本來想問㗎啦。即係你譬如你揀呢條路，屋企人有冇反對㗎？嗯，未去到反對嘅，但係佢哋係有少少輸打贏要嘅，即係好嘅時候真係好開心啦。但係譬如有啲有啲咩，即係見到我凌晨三四點先翻屋企啊，或者有啲叫咗你㗎啦咁啊，做咩咁辛苦自己啫？好地地整牙咪得咯咁樣。關心嘅都關心嘅。咁你都係護士底嚟㗎嘛？護士係護士底有踢波啦，嗰陣時護士咯。做讀護士，咁其實讀緊嘅過程入邊已經係，我記得係 year one、year two 嘅時候已經開始玩 C All Star， 咁所以時候一邊讀就一邊唱歌啦。係啊，咁我記得個轉捩點就係、是、啊，究竟我第時畢業之後做護士啊，定還是真係唱歌咧？係。咁其中嘅一次去實習，兩樣都唔得㗎，原來。哦，真係㗎？唔得㗎。你喺 Alfred 做到喎，佢又係牙醫，好勁咯，夾硬嚟嘅啫。係啊，唔係咁容易嘅，夾硬嚟。有冇唱過唱國歌俾病人聽？有試過，因為有一次去實習嘅時候去精神科、精神病科，咁啊去到青山醫院咁，咁入邊有一個叫 client 啦，咁佢係有玩音樂，佢又好中意 Beyond， 跟住佢有譜喺度，有吉他喺度，跟住我一齊同佢唱歌咯。青山裏邊喺青山入邊，喺青山醫院入邊，咁跟住嗰過程好難得，好開心，亦都其實過咗冇幾耐之後啦，我哋有 meet 得翻咁啊，咁問翻啲Tuta嗰啲，喂佢點啊？佢話。冇事咯，佢而家出翻院咯。就係你同佢唱嗰個。可能係音樂嘅力量令到佢出到院啦。我相信係。Healing。亦都我記得嗰陣時佢我臨走last一日喺佢吉他度簽咗名咁樣。哦，係。好正常喎、啊，你嗰啲唱歌嘅例子，我又可以講一個我即係喺牙科醫院嘅唱歌例子。叫個病人唱歌。幫佢剝牙嘅時候。係個病人啊，係唔係我自己嘅病人嚟㗎？係我嗰陣時我個同學，因為實習緊，我同學嘅一個病人係小朋友嚟嘅，幾歲咁樣，五歲咁樣啦。跟住佢賴死唔走，點解咧？因為佢聽到我唱刷牙歌，因為當年我隻歌係咁樣，你我要刷，每日要刷刷咁樣嘅。跟住佢就要我一定唱，實在太好聽啦，一定要唱先俾我。即係佢先肯走咯，咁我就勁快咁過咗，人哋我要擦，唔該要擦擦，好啦好啦，走啦好嘛，係走走走走走，係所以冇你個故事咁有愛嗰件事。聽講而家好多人去揾你睇牙都係即係想你聽唱，想聽你唱歌多。見到真人啦，見到真人係啊，唔係而家通常簽碟啊，佢哋咧即係整完牙之後，整完牙喺個背囊度牛龜咁大隻黑膠攞出嚟就俾我簽名。睇緊證嘅時候咧，你有冇一個譬如即係 dentist 啲個腔，或者你都係做翻自己咁樣嘅？即係護士唔該登，好唔同嘅。有啲朋友話就係、是、你可唔可以扮一次嚟，即係演繹一次咁樣？即係譬如如果啊，你當安仔係病人啦，係你嘅patient 啦。我通常我對病人 OK 嘅，但我嗰個語氣係應付喺姑娘身上嘅。OK 啦，我係姑娘，我係姑娘嚟嘅。Okay, 好，你都係姑娘嚟嘅喎。我係姑娘嚟。你都姑娘，咁你兩個做曬佢啦，安仔。咁你係病人啦。我係病人啦。整嘅時候係校燈，係感覺光塞唇，俾個 excavator 我唔該。咩話 ？excavator 係啦，好唔該，係啦，即係咁樣咯。即係我好。
咁都要拍手掌。咁要啊，係我第我幾惡嘅哇，有少唔係好硬骨嘅，確實係好 firm。同埋咧，因為嗰啲即係分秒必爭啊，出邊可能有好多人等緊嘅時候咧，冇得你慢嘅。我講三次就真係太慢嘅啦。哦 ，feel 到頭先已經係啦，唔好意思，俾咗壓力你。O K 嘅，通常完咗之後，喂唔好意思啊，頭先通常係咁樣噶嘛。我都會咁樣。即係我可能醫院嗰啲醫生都係會啊，喂咁樣喺手術室入邊啊，因為唔可以。錯嗰啲嘢，一錯可能要重新開過嗰、那個，例如嗰、那個啲 set 啊，要由頭嚟過，可能就耽誤咗個半個鐘。咁所以好惡，但係完咗之後，喂，唉，頭先唔好意思，真係要做嘢，同埋控制唔到嘅陣時。係咪可以聽歌㗎？有啲話手術有啲聽住歌嘅，咁我唔清楚。手術我又唔係好肯定，但係診所係我診所都有時會有啲音樂嘅。係啊，聽住㗎，輕音樂咯，就唔會播自己啲歌。又有我睇過，又可以睇電影嘅。咁你眯埋隻眼咧，我見到個。醫生咧鬧個姑娘，叫出嚟攞啦咁樣。係咩？佢以為我聽唔到㗎，但我裝咧，佢喺度打個姑娘咯。係啊，整啊快啲啊咁樣。你喺度食花生啦。即係你啱啱聽完兩位，即係個經歷咧，即係其實即係都好多故事聽喎。但係即係其實行到呢一，即係行到呢個地步，其實都唔係好易行啊。你哋其實即係你哋記唔記得翻以前入行嗰個初心嘅咧？我頭先講到個轉捩點咧，都未睇到嘅。主要喺實習嘅時候，有一個 Tilda， 佢就同我講話，喂。其實嗰陣時記得係 Showstar 都可能新人獎啊攞咗啊，咁佢話喂，其實你哋呢一行都好難去到呢一個位置咁樣啦，咁幾順利嘅喎、哦，你唔好好似我咁樣啦，呢、這個年紀先去追夢啦。佢講呢一句説話，咁我就好肯定喺嗰刻 ，OK， 我畢業之後我就會全心全意全職去唱歌咯，因為捉緊住呢個機會、okay ，因為之後真係唔知有冇機會再咁樣追夢啊。咁目標冇變嘅，定咗啦。個心到今時今日都冇變嘅個目標，個心一直都喺度。OK， 我要做好，我唔可以辜負每一首旋律，做好每一首歌咁樣去咯。嗯 ，Alfred 醫生咧，我突然間你咁講，我又記得翻，都係有一個 setting 係咁樣嘅，就係、是、我一個牙科，我都好 look up to 嘅一個 professor 啦，佢就同我講話，做牙醫你可以 go back 翻嚟做，但係。即其實歌手呢個唔係一個你自己選擇嘅職業嚟，係、要有需求你先會成為到一個歌手。但係我嗰陣時好得意，因為我去到娛樂圈嘅時候咧，調翻轉頭就係、是、有啲娛樂圈嘅朋友，哎呀你唔好咁辛苦喺度，即係喺度氹啦，你去做牙醫啦。你唔好信佢哋啊，佢哋唔想有多個 competitor 啫。係咩？係啊，幕後嚟嘅喎，點 competitor？ 哦，幕後咁啊 OK 啦，係啊。係啊，咁但係就反而嗰陣時就令到我冇你咁 firm， 即係有一下就即刻去衝，反而我係。我的選擇是不是一定要做選擇咯、即是原來有些時候是可以試一下做一個新的 species， 那時候還未有 slasher 這個名字、就一個新的物種，就是可以兩邊一起去兼顧 multitask 所謂雙線行駛這樣、我到現在都仍然是這樣做，希望可以作為一個小小 role model 啦，因為現在確實地很多年輕的朋友可能不太知道前路，或者我自己好想做，但不知道出到嚟嘅效果是咪預期的時候，很多時候都會打沉咗。咁我希望可以以身作則地話俾大家聽，其實唔一定要揀得咁死嘅，你可以多元多方面發展一下。就做咩都好咧，我覺得堅持自己即係、就是、自己條路係最難嘅，亦都最容易跟。即、就、係、是、你堅持自己做最想做嘅嘢，就咁不如我哋一齊欣賞一下 Alfred 嘅 Masterclass。Masterclass。想敬重你吧，然而一本通书你没有放下，行风的标准已落伍吧，潮流能自创吧，为何要照你风格练提琴，还我你伟大指引学俄文，抱歉我决定不知任何人，你被拒无谓抗争，凭我两脚都可以飞行，谁还轻看你风神，但诗班好得很，不过他非必需品，我有天生的金粉，不如孤得这么紧。年轻怎么就是错，谁不解释就恨我。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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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谁只懂狠批我极莽撞，流行推翻经典，教太脑碰撞，河水上汹涌背后摇浪，尽烦难道有岸，从前要跳舞先上万余堂，谁个要创造新舞佛斗堂，算我已带着新衣大逃亡，无人能拦截渴望，而我却太喜欢我疯狂，旁人一左更高昂，但师班的班房惨过拘禁的黑房，叫我挂东多粒磅，便要挡一粒姜糖。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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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怎么就是错？最怕解释就恨我。那那那那那，能否将声系换过？爱把你请让座。那那那那那那，谁该协助我？将我阻我说，如果永远有如报，我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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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拼命逼走笑我当天鹅？我目标只想似我。那那那那那。谢谢你那心火，但是我也未愿讲过，静静后我怎么突破，假使你未明白，等我。碎记忆，却竟得到你呼应，唯一想留一天与你喘息，无声的和虚的，怀中有你让剧真暂停，平静里安躺栖身，日没乱光，游入了思海，看日落天荒，悠悠一刻抬头，星空颁奖绽放，如听到我有种向往，其实我只想栖身，日没乱光，没说出口，心声可以释放，尘世独歌苦恼彷徨，却是你留住得一天也耐看，无数错或对嘲笑和对比，谈爱说痛不过心死，唯独有一刹把我救起，似一种永远的你，唯一想留一天与你喘息，由衷的真心的，平静里安躺栖身，日没乱光，游入了思海，看日落天荒，悠悠一刻抬头，星空万丈绽放，如听到我有种向往，其实我只想栖身，日没乱光，没说出口，心声可以释放，像是独歌
一心坐的这个房。不必太煽情，太过悲壮。其实我只想一起荡尽暖光，荡尽诗海，看日落天荒。悠悠一刻抬头，星空万丈绽放，忘记旧年华，一直对望。是我只想找到这线曙光，愿你都想向我心里探访。回头没法消去彷徨，我便迷失，留住低一天也耐看。赤子的身世，走过教堂，总想洗礼，再不一想也算一体。有时无法维系，不因他作弊，有时难以承受下半世青春葬礼，不醉不归，但不可抗力，怎可能控制？理想总令人难为，怎可错判这人间细碎？为你停滞，你们曾有承诺，当然想捍卫。正如曾有赤子的身世，走过教堂，总想洗礼，再不一生也算一体。有时无法维系，不因他作弊，有时难以承受下半世青春葬礼，不醉不归，但不可抗力，怎可能控制？而世界越来越细，在医馆献艺，到明年你也许竟交际，所以到底超出估计，太多惜别，太少机会。既然还有承诺，当然想捍卫。有人能有期待，别掩饰，彼此许下不算东西，将星火散落，由今生没来世。转换话题，
就若能堪称伟大，再难挨照样开怀。如令你发现为你而活到失败，令人不安，我不释怀。我没有为你生出悲秋，不配有憾事。你没有共我搭过万里，不够剧情延续故事。头发未染湿，着凉亦坐在我幼稚，应快活像个天使。有没有运气再扮弱者玩失意？有没有道理为你落发必须得到世人同意？心灰得极可耻，心伤得无善意，那一线眼泪欠大志，太没意思。若自觉这叫痛苦，未免过分容易。我没有被你改写一生怎配有心事，我没有被你害过恨过写成情诗，便废止春秋只准再要事。如果爱你欠意义，这眼泪无从安置。我没有运气放大自私的失意，更没有到你在这日你得到真爱制造恨意。伤心算还可以，伤心底留根刺。至少要见面上万次。安仔啊，听闻咧电缆桥火烛嗰单嘢你做嘅喎，唔系你做紧运动嘅时候跑步见到漆黑一片，系啦，我系受害者啊，系啊系啊，喂，嗰一刻惊唔惊，同埋即系有冇觉得自己会死嘅嗰一刻？嗰刻咧，因为我系准备落去跑步，系咁突然间插插插插咁啦啲灯，跟住啊屋企因为平时有时都会停下电嘅，咁啊即刻落去睇下咩事啦，系跟住。啲鄰居走曬出嚟啊！佢話咩事啊？跟住睇下電話，跟住打去嗰啲諗住打去中電啊，咁樣睇下揾電話啦。喂，上唔到網嘅，係咪係網又上唔到，電話又打唔到，電又冇，我以為世界大戰啊！嗰刻係好驚，好驚，好驚。咁啊，跟住照跑步啦。我照出去跑步，跟住跑到出去睇下邊度有嗰啲網絡咁樣啦，有網絡啦。跟住就屋企人send 啲 message 俾我話：，哇，嗰個站跟住有有條橋。跟住個電纜燒咗咁樣，咁我就知道咩事啊，咁我繼續跑步咯。跟住跑步嘅過程，因為都有啲紅綠燈咁樣成噶嘛，冇曬啲紅綠燈，跟住啲車就開始要自己睇住啲紅綠燈咁樣啦，好危險啦。跟住街燈冇曬，跟住大家自己開住燈嚟跑步啊。跟住踩單車嗰啲就開曬大燈啊，咁樣幾危險嘅。其實嗰刻係乜都可以發生啊，即係好彩你冇死咗嗰次。我冇死，我仲喺度。你未死我唔死，我點捨得死啊？人生無常啦，如果今晚就係世界末日，你會揀一樣事嚟做咧？做乜同邊個做？我會同你哋唱歌。哦，即係都幾係諗喎，會做到你啦，到你答啦，我答咗啦。我啊。做你愛的事都有人陪嘅，係要啲時間諗下喎，未好 deep 啊嘛，係咯。如果淨係做一樣嘢喎，通常即係嗰啲呢啲問題都係話，仲有一日嘅最尾壽命啦，或者一個月啦，咁你會食飯咯，揾翻屋企人，一定係揾翻屋企人一齊度過啊！如果真係我哋一齊共生死嗰下咁樣咯，唔緊要啊，喂，食餐好嘅，阿佛你可以即係我哋呢個節目即係之後先再答我哋都得嘅，之後補翻啦，之後補翻啦。喂，咁但係咧，我想問下咧，你而家自己係開咗唱片公司啦，唱片公司老闆啦，點解會有呢個諗法咧？我轉咗一次公司嘅，又由電視台去咗唱片公司。其實嗰陣時我已經有呢個念頭，有萌生過嘅。但係嗰陣時就俾人哋一巴就當頭棒喝咗嘅，唔得㗎啦，又未得嘅，你出去未搞得掂㗎咁樣。
咁當其時就有不忿嘅，即係會覺得做咩睇死我咧咁樣。咁但係而家諗翻就慶幸自己係真係有去見過多啲嘢，要儲多一啲 EXP 啦，儲多一啲經驗值去令到自己去而家開公司。咁我諗最大嘅契機係因為想試一下，想試一下自己嘅能耐或者一直以嚟儲低咗嘅一啲理念，究竟真係由自己出發嘅時候，係咪真係做到？可能有陣時公司安排，覺得唔係最稱心滿意，但係咁你想要咩？原來發現當冇咗呢啲人哋去幫你安排或者甚至催谷嘅呢啲事情嘅時候，就剩翻你自己，你就真的會諗清楚自己想要啲咩咯。你係牙醫，你唔會諗去開間牙醫診所，就去開唱片公司。因為我諗同我間唱片公司名係有關嘅，我自許記錄啊叫做。咁其實記錄當然嘅英文名係 records， health records， 咁就係希望用唱片呢個形式你去記錄。咁而其實坦白講喺牙醫當然 OK as a job as 一個 occupation 佢係好好，但係調翻轉頭，如果我即係再拉將條時線拉長去到好遠，可能我哋離開嘅時候係有啲咩留得低嘅，我反而會諗。所以點解間公司叫自許記錄，就係想有一個載體去記錄可能呢個地方發生嘅事，記錄我同呢個地方同呢度嘅人。去經歷的事情，那我覺得這些東西是日後開診所就記錄不到了，開診所記錄牙齒的健康狀況窄一點點，對，小一點點，想闊一點，你是不是很想看牙齒那些師奶仔想拗折的了，我知道你診所在哪裡，okay，因為 Alfred， 即我剛剛想說就是你其實是一個很大膽的一個即 decision 來的，我覺得因為譬如你現在做獨立歌手其實是一定不易行的嘛，你明白我講咩啊？會有很多要重新去學的嘢咯，即係譬如我哋以前出歌，咁我就係負責即係去唱嘅啫，做 show 又負責即係唱嘅啫。咁但係你由而家即係由攞版權開始啊，好微細嘅嘢，點樣同啲 platform 啊去俾啲歌曲上架，點俾佢知道呢只歌係點樣？好多啲好微細、好 detail 嘅嘢，以前係完全唔會涉獵嘅，但係而家識咗之後，我覺得好多嘢都係咁嘅。你開咗個頭咧，就發現冇你想象中咁難嘅，當然我唔係話獨立歌手好容易做啦，咁但係我覺得而家呢個世代對於獨立歌手其實係好好嘅，即係大家嗰個包容性，好似有好多可能性都係可能一個本身一個素人嘅，慢慢已經變成一個自己獨立嘅品牌。咁我覺得呢一啲係個時代喐緊嘅時候，咁我希望我喺個時代巨輪入邊一齊喐嘅其中一份子。OK， 好啊，即係其實個分別即係冇咗大公司咯，可能係自己可以 say 有得多啲 say 啦，係咪啊？要自己負責咯，應該自己負責。咁我想問下嗱，即係八卦問下，咁譬如即係傾 job 咁樣，咁你會親自即係落去傾啊？定係而家啲人會話咁我直接打俾 Alfred， 我直接打俾老闆問啦。好得意㗎，我而家好多嘅所謂 job 啦或者合作啦，都係源自於可能 IG 嘅 DM 啫。我近排即係 YouTube channel 上面都近排都同咗另外一個 channel 合作咁啊，咁佢哋好有心思 send 咗好多 reference 嚟，然後就係想拍關於攝影嘅，因為佢知道我有影相，咁佢就真係咁樣 call 咁樣喺個 DM 度就 send 咗嚟，咁但係我哋而家變咗好朋友，因為有啲理念係我覺得係要直接溝通先會知道大家諗緊啲乜，咁而我好開心係好多朋友會覺得我自己出咗嚟做之後。好似 accessible 多啲，即係好似容易接觸咗，容易接觸咗，係啊，冇咗嗰啲門檻咁樣，咁我冇啲人隔住咗咁樣啦，係同埋我自己會覺得好即係人與人交流，而家呢個世代，既然咁方便，直接啲好嘅。OK， 好啦，咁多位品牌啊，或者係咁多位即係brand 啊，如果你哋想揾啊 Alfred， 直接 DM 佢，佢係會親自覆你哋噶。好，丹尼交俾你。咁佛系人生真係啱曬你最近嘅近況。係好佛系，好啊。吻的不想學了，不過少張執照。機智的空也遲了，無謂擁有車票，不要做附庸。
心心绑票，还能拿清高来炫耀会心的微笑。神游地底总好过换天调，亲爱的亲到病了，急症也等不了，色如空想到傻了，无梦想有心跳，生醉梦死打发无聊，何来有情欲忘掉，就听方丈说，原来什么都不要要不了，差不多也有乐趣，毫无大志已沉睡，苦痛无根据，假使坚持可以天天喝水，施主参透错或对，能用佛启反驳佛法无罪，假的真不了，是非不讲证据，出过街街变坏了，勾引太多钞票，出了家家也忘了，无谓讲到心跳，根据幸福心不失调，闲言要放弃发表，欲生躺平了，灵魂或者想呼叫难得见，差不多也有乐趣，毫无大志已沉睡，苦痛无根据，假使坚持可以天天喝水，施主参透错或对，能用佛启反驳佛法无罪，假的真不了，是非不讲证据，有绝对无聊下去便无惧，苦痛无根据，假使坚持可以天天喝水，师傅不理错或对，平庸是伟大人物的壮举，死去活来没悲惨的证据，冬去夏来没春秋的证据，救われたんだよ、本当にありがとう、情けないけれど正しないけれど、君を思うことだけで明日が輝く、ありのままの二人にいいよ、日だまり見つけて遊ぼうよ、ベランダで水をやる君の足元に小さな虹、ねえ、一生そばにいるから、一生そばにいて、一生離れないように、一生懸命にきつく結んだ目がほどかないように、固くつな
ママの優しさとパパの泣き虫はまるで僕なのようでさ未来が愛おしい大きな夢じゃなくていいよ自由な服で寝ならいいよ人にぼっち迷った時はあの頃を思い出してああ寂しい夜の半分僕にはつけてほしい嬉しい日は一分に笑い合っていたいどんな言葉でも足りないような君のぬくもりに触れ出せいから仍是极具在未来还幸有你已亲身给我学奇迹如留在无邪被拖手的岁月缓步等长高的世纪自问未落再被言传道与你边啰嗦边关心也许太乏味毫无微言双粉力怀抱着我唯独你不抛低我不理自问未学行如没有你失足倒跌在何地与孩童先般感的心境只敢跟你说起成日活着话要先动再飞都不算飞然而落在脸颊的泪唯独欠可了你明这身边有你不如講下點解揀頭先嗰兩首歌？最開頭因為我話想唱 Alfred 一首歌，就係、是《快快人生》啦。話哇唔得，我好中意呢首歌，因為呢個《佛系人生》好日系啊，係嗰個編曲啊、melody 啊咁樣，我好中意啦。咁就諗下，咦，不如喺今次試下揀幾首歌，都係個感覺比較日本啲啦，日系啲啦。日本城啲啊！咁就頭先對唔住 ，sorry。咁就揀咗頭先嗰首。可能未必係好多人知道，叫係《哆啦 A 夢》電影主題曲嘅歌嚟嘅。咁我好中意主唱嗰個嘅歌手。嗯，其實佢係亦都係日本最年輕嘅影帝視帝嚟，佢叫做菅田將輝。哦，聽講佢好似29歲咗，係咪啊？而家好似29歲啊，即係20多歲已經攞咗視帝影帝啦，喺日本。勁喎！咁佢好中意聽佢唱歌，好我雖然唔識日文啦。咁但係聽佢唱嘅時候，係聽到個情緒，好似聽佢講緊故事咁樣。咁所以頭先就揀咗《紅》呢一首歌。咁呢首歌你有冇演繹過喺第二度？冇啊！佢第一次唱日本日文歌。第一次唱日文啊，係就係獻咗俾你聽。喂，阿 Danny， 咁不如咁樣啦，你咁識日文，不如你去評下，你覺得安仔嘅日文講成點？我會 send 俾阿耕田俾聽㗎啦。喂，你覺得點啊？喂 ，Danny 佢完全冇破綻，即係冇啲香港音啊，冇。哦，係一粒字都冇，係有香港音嘅會有啲，有嘅。多謝啊！同埋頭先特登最尾嗰段，我慢慢喺度翻查嘅時候，原來有人改編過寫嗰個廣東話嘅詞落去，咁就係玩歌之星佢填咗個詞。哦，咁我就不如最尾嗰段唱一個廣東話版咁樣。哦，都係好有意思，都係送俾爸爸媽媽好感恩嘅一首歌咯。係，嗯，即係喺呢個 moment 咧，其實即係大家即係最緊要係咩咧？感恩啦，係咪先？係啊，即係好似譬如嗰個疫情咁樣啦，即係個疫情嘅關係，即係搞到大家咧又飛唔到啊，好多嘢都做唔到啊。我想問下咧，如果即係個疫情過咗之後開翻關啦，大家會想去邊度咧 ？Alfred， 俾你講先啦。我都唔係因為食住個 topic， 但係我真係想去日本。日本咯，我其中想去嘅地方係京都。
日本京都有去过，你有去过？有去过，你去过未啊？我就系未去过，要去。嗯，系咪啊？净系留喺京都 OK 啊，我觉得，因为通常会京阪咁去玩噶嘛。系京阪神。我嗰次好似去过嘅时候，净系留喺京都玩，其实对于我嚟讲系好足够，可以深度啲啊，即系唔使好闯好闯住。你有冇租嗰啲和服着咁样啊？有啊，你有啊，因为我嗰次我嗰次系同妈咪去嘅，系系。跟住我妈话：，诶，唔好搞咁多嘢啦。跟住去到試衫嘅時候，哇，幾靚喎呢件，嗰件又幾靚喎。跟住著嘅時候，哇，影多啲相，影相，影相，影相，好開心。我記得嗰次去京都試嗰啲和服。我人生第一次買重都係京都，跟住行跑過啲好多廟宇噶嘛，啲和尚出曬支持你嘅喺度。哇，咁開心啊！跑快啲，跑快啲，跑快啲，咁不得，咁不得，咁不得。安仔咧，安仔想去邊啊？我都係想去日本啊。係啊，因為佢哋約埋 Alfred 一齊去嗰時，約埋一齊去京都。你係想去邊？係啊，如果日本，去京都揾啲念慈庵咁咯。如果你去京，如果去京都嘅話，有一間啲烏龍麵好好食噶。好烏龍㗎。系啦，好烏龍烏龍麵啊，即係烏龍嚟啊，即係烏冬啊，唔係烏冬，其實叫烏龍麵啊嗰啲，但類似烏冬咁樣嘅。OK， 咁係當地人都會排隊去食嘅。嗰次我咁啱喺度睇電話，有啲咩咧，就隨機行到去，哇咁多人排隊嘅，而全部都係當地人，咁就知就得啦。我就排喎，其實可能旺角有分店噶啦，可能分店啊嘛，唔知啊，有時好隨機咁行嘅時候，跟住抄下啲，咦又揾到一啲叫做尋到寶喎咁樣，話俾你聽。好啊。嗯，一齊去啦，一齊好啊。係，但係安仔，我覺得 Alfred 就未必會同你去啦。佢同都同欣兒去啦，係咪啊？十三，你哋咁 friend 有冇一齊去過旅行啊？Joyce 有去過，我同佢去過都好幾笪地方。唔係做嘢嘅，唔係做嘢，佢一直係佢做嘢喺馬來西亞，跟住我係特登飛咗過去探班，係啊，然後就同佢好 sweet 食咗，因為嗰陣時好似係佢生日嘅，咁啊過去慶生啦，同佢咁樣，咁跟住我又有同佢去過加拿大啦，因為之前有家鄉啦，係啦，佢嘅演唱會入邊咧，佢就想有一 part 係即係好似帶一個佢個好朋友去佢見佢媽媽咁樣，係即係去我都 greet 下佢啦，因為我入行。嘅時候都好似冇機會見過佢嘛，咁所以就喺嗰度，我仲記得嗰陣時好傻更更講咗一句話，嗯，係啦，我而家喺電視台做，希望你多多關照啦。係好傻更更嗰陣時，係啊，所以就係咯，即係有好多好唔同嘅經歷啦，同阿 Joyce 就係嘛，即係嗱，聽咗咁多，即係譬如開心嘢啦，佢生日你又會同佢慶祝，又會翻埋去佢個家鄉嗰度，咁嗱，即係咁 friend 啦，點都會有少少即係。性格不合有一定會有即係嘈過交咁樣，有冇鬧過交嘅咧？或者最甘嗰次係邊一次咧？有冇一個例子？最甘嗰次啊，冇講粗口噶，冇講最甘嗰次啦，講最近期嗰次啦，我諗都係不出幾個月之內嘅事。我哋成日都嘈噶，其實你話性格不合呢樣嘢係好得意嘅，因為佢係雙子座，我係金牛，咁我就好需要好平穩同埋穩定嘅。但係佢個雙子係會跳嚟跳去噶嘛，即係好似人格分裂咁樣噶嘛。一時佢又好 sweet 嘅，即係又嗲曬你啊咁啊。一時咧佢又會突然間又好嚴正咁樣咧。咁我係 function 唔到嘅喺啲位，同埋佢有陣時喺啲浮動緊嘅狀態咧，有時我以為佢好認真講嘅一啲嘢嘅時候，我又會識得好在意，但係原來佢過幾日佢又唔記得咗嘅咯，即係係咯，咁啊，所以係不打不相識嘅，係啊，所以呢啲叫耍花槍啦，唔係鬧交啦。唉，我都唔知我係咪前世爭咗一啲嘢。咁隨緣會點啊？即係大家即係譬如唔復 WhatsApp 嗰啲咁樣，定係點樣咧？定係真係會鬧㗎？會鬧嘅，會嘈嘅。但我哋係會當面嘈咯。係。咁我覺得當面嘈都有個好處嘅，就係嘈完之後通常都可以當面地拆翻掂。好過即係有陣時，你知信息有好多誤會嘅機會啦。咁有陣時嗰啲越看似越細嘅一啲誤會咧，慢慢累積就會越嚟越變成一啲可以釀成好大件事嘅導火線咯。即係三口六面講清楚。三口六面，我一次係佢同我嘈嘅時候，我知佢爆緊嘅，但我都直接衝咗去屋企，叮噹咁就敲門就出嚟。佢一開始見到我係超級燥啦，做乜你上嚟？點會咁樣？即係你點會？我唔係講粗口，點會咁樣啊？點會咁？我都有少少鬼妹仔上身，所以就點會咁樣咯？係啦，佢就問我點解你會咁樣上嚟㗎 ？Why you Alfred？ 係啦，咁我就但係我就真係會咁咯。我覺得有陣時係睇下你有冇主動去維係。同埋主動去 make up， 即係去修補咯。同埋應該通常鬧完，應該感情更加深厚嘅會。啊，係啊，因為知道大家嘅底線有啲嘢啊嘛。係，即係好似你同 C Oscar 咁樣，你哋有冇鬧交啊？
實有咯，係咪啊？一定會有嘅，但唔係話好激烈嗰啲咯。咁喺 group chat 裏邊鬧啊，定係會即係譬如可能即係有時練嗰嘅時候，即係有時我可能有幾個兄弟係好少覆電話嗰啲嘅，跟住我兜面講，喂，做乜唔？我冇講錯啊！喂，做乜唔復我個電話啊？即係你都會咁樣，即係譬如好 pure 好單純。你做咩唔復我？做乜點解你會同佢講？喂，做咩唔復人電話啫？你我有佢講，喂，做乜唔復嘅？跟住話有啲嘢好似面對面講容易啲嘅，好啲嘅。因為你打太多字啦。佢兩個，直接講咯咁咯。跟住OK 好啊。咁我想問下你，你覺得同男仔嘈交會傷啲咧，因為同女仔嘈交會傷啲。我冇咁樣分，冇咁分，即係冇乜咁樣分喎。總之鬧交嘅過程係會嗰下係要預咗要困噶啦，但係知道困完之後係會清咗大家嗰個底線咧，我就覺得嗰啲交好值得拗嘅。係因為其實係咯，要明白大家最深底嗰個説話係呢個交係。或者有一啲嘅情緒嘅承載咧，係人之常情咯，我覺得。即係啱嘅，一定要係兜面傾先得嘅。係㗎，同埋你打字，你冇語氣，冇語氣，冇情緒。我都係 old school 都係要打電話㗎。係啦，係我都要打電話。同埋大家個文化水平可能唔同㗎嘛。唔係，我覺得發現原來係好多人對同一隻字係有唔同解讀㗎。係啊，個啊字同啊又唔同語氣㗎啦。係啊。我都知道，譬如有時喺 WhatsApp 裏面，其實好多誤會，好多我好多朋友嘅即係嘅 group 咧，好多時誤會就係喺 WhatsApp 嗰度啦。係啊，跟住佢哋就會咁，但係我同佢講話唔緊要，你打翻俾佢同佢講啦，可能唔係咁嘅意思㗎，係啊。但係呢關好難㗎，通常通常都用咗 leave group 嚟變成個句號啊嘛，係 leave 翻佢，好多遺憾啊會話。咁其實鬧交都係一種交流嚟嘅啫，咁冇交流點會有火花咧？不如我哋就聽翻首歌先啦，《地下街》，一路聽一路幻想下去咗呢個新宿嘅地下街。新宿街頭十余万人，怎么竟然撞回熟人？问我共你何解于街角拥吻？私奔心情突然下沉，小小恋情若然被擒就会结束，难逃避责问。当世界未傲行尽了，无需见光也许更美妙。拖了天国下来，地体不再受骚扰，整个商店街沉没了，无非要给你跟我制造挽回，迷路没完没了，没有找到出口，出去也好，终点一世也未到，迷宫之中你必须跟我好。相继地回家，如果正在和新闻报道，系我会是发现一对男女，你抵街里失踪，一生躲不出去也好，一街商店继续扫，长居于此何用再找地图，疲劳时早铺做被铺，如果肚饿了坐饼当饭，相爱到忘了归途，地底街跟你终老。收到结还未磨蚀前，总可一起滞留十年，坐烟面店行一花店书店，东北西南蔓延没完，倒开辟成地牢乐园，若要探险巡回山首先。当世界路行尽了，无声眷顾也许更美妙，拖了天国下来，地底不再受骚扰，整个商店街沉没了，无非要给你跟我制造挽回，迷路没完没了，没有找到出口，出去也好，终点一世也未到，迷宫之中你必须跟我好。途人们相继地回家，如果
正在播新闻报道，题目继续会是这对男女数个月来搜查不到。祝我好，最近在谈论时会说换了他做未必做到，谁能为一点爱慕一种态度不顾一切地来相处。出去也好，终点一世也未到，能共知足你必须跟我好，途人们相继地回家，如果正在和身份高度，题目会是证实这对男女活得一切安好，一生都不出去也好，一街商店继续扫，长居于此何用再找地图，疲劳时早步做皮肤，如果肚饿了草饼当饭，相爱路忘了归途，地底街跟你终老。两位嚟紧有咩新计划？我都想知道啊！新计划啊，我讲下诶《创作者的派对》呢首歌好唔好啊？哇，好啊！我去作呢首歌嘅时候咧，系我好想做一首喐到嘅，即系一听大家会喐啦。系，同埋有夏天嘅感觉嘅歌。系，咁作嘅时候亦都弹出咗三只字嘅，就系创作者呢三只字啦。咁我开始谂啊，其实创作系啲咩一回事啦？我开始问自己问题啦，又系。咁我就慢慢發現，其實好多人講話係無中生有咁樣噶嘛。但係對於我嚟講，我覺得唔係噶。我覺得其實有好多信息咧，其實每個人可能出世其實已經有入咗喺心噶啦。只不過可能俾社會可能污染咗啊，遮住咗你嗰啲一啲嘅直覺嘅能力啦。咁呢首歌我最想做嘅就係提自己同埋提大家，其實每一個人一出世都係一個創作者嚟嘅。哦，咁啊，幾 deep 喎呢句嘢。咁其實只不過頭先所講啦，係咯，俾一啲嘢可能遮住咗，咁就希望可以透過呢首歌，大家入嚟我呢個 party， 我族長嘅身份喚醒翻大家呢個嘅能力，對直觸緊直覺嘅能力。咁所以其實喺尤其呢段時間啦，即係好多 work from home 噶嘛，咁其實發現有好多即係例如屋企人啊、家姐啊，個個其實都變咗一個創作者，即係家姐本來唔識煮嘢食嘅，一煮嘢食好好味，黑料理係咪？好食真堅好食咁樣。咁其實嗰個狀態其實每一個人都係一個創作者。咁所以就呢首歌就係想帶出咁嘅信息啦。Creators Party。Alfred 咧，我都即係做緊個 Creators Party 噶， yes， 我都喺度。之前啱啱出咗2021啦，咁樣咁跟住之後，其實仲做緊第二隻碟啦。咁我都開啟翻我啲直覺同埋嗰啲 instinct 啊，捉緊直覺個能力。係啦，咁我就去因為之前做導師嘅，跟住之後咧，我就發現其實有好多可能佢本身係一個 dancer。但其實佢有創作嘅能力，甚至有編曲嘅能力嘅，咁所以我就去都用我嘅直覺嚟招攬咗呢班人嚟幫我做音樂，而我自己都喺嚟緊都因為會再出多一隻碟，嚟緊呢一隻碟入邊咧，我自己係盡可能地每一隻歌都有參與喺創作嘅，哪怕係作曲啦、作詞或者個 concept 上邊，都希望有啲 involvement 咁啊。真係做緊一個創作者派對咯，一齊玩咯。八卦想問一下你，如果你下隻碟，你即係啱啱之前嗰只碟咧，我覺得即係少少 new age 嘅，即係係啊。嚟緊呢只碟，你會即係你會想試咩咧？好得意嘅，有一啲會好新到我自己都唔知點樣去界定係咪叫 new age 嘅一啲作品啦。有啲咧就其實係打破咗我自己有啲固有嘅框架啦，即係有啲
舞曲的成分在入邊啦。咁啊，亦都有一啲咧跳舞嘅咯、啊。因為他哋有些本身是排舞師嚟嘅，係佢哋而家係催谷緊我，希望我可以成為 Ever 爸爸，我想你真係試下跳下舞咁。係啦，舞蹈都分好多種嘅。係啦，我都唔知道我自己嗰種點界定啦。咁誒，同埋我反而有一啲歌咧，係由 Go Back Fun to the Roots 係去翻我應該譬如一九九幾年甚至二千年頭嘅年代嘅嗰種 vibe。即我自己覺得是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因為我那張大碟咧會係有兩面嘅、嗯，一邊係好似係展望將來咁，亦都係一邊咧調翻轉頭係，因為我成日覺得我哋嘅將來、我哋嘅未來其實係建基於我哋過去點樣去做，所以其實係並行嘅、嗯。我哋探討未來嘅時候，其實同一時間你都要回首翻去睇翻過去。係咪都將會係黑膠啊？如無意外都將會係嘅，咁、嗯、但係咪淨係黑膠就有待商榷啦？嗯。OK， 哇！聽到即係兩位啱啱傾完咧，即係非常之有火，咁啊，不如咁樣啦，我哋去到佢哋個派對嗰度點下火咯。刺激情的实验，跑几圈跑出一趟最神圣探险。哦哦哦哦，即冷衫织出一个雪球擦过肩，听首歌听出声制有形影没变，深呼吸呼出心里那微细意点。哦哦哦。现在这秒蜂拥出世，眉头前生出天使，生出妖怪，参与派对飞过这星系。越过要心摆好姿势，即耍即道即演即游即写即唱，并没大计，只要尽情的挥霍，灵魂如跳掣，无人在控制，无限无际。出神直觉，灿烂每样硬壳，自在自然在这世界，一个搭咗树河巡游，伪装是来乱闯，有来乱撞，蹉跎蹉跎这开拓，活在出神直觉，永远女前乱搏，并未动摇是我与你一再探索，感官旅途我先闯，欲解不安 ，Everybody have a good time。好似玩出一个怪人太捣蛋，开盏灯开出千个皮球多梦幻，饮杯酒饮出一个最辽阔海湾。哦哦哦，一足即发，一闪即过，一勾一撇，一点一线在，这秒蜂拥出世，眉头前生出天使，生出妖怪，参与派对飞过这星系，越过。好姿势，即耍即道，即应即游，即写即唱，并没大计，只要尽情的挥霍，灵魂如跳掣，无人在控制，无限无际。青春多舞，天空小说，七色雕塑，诗篇根据在这秒通通交接，眉头前仿山之意，沧海之界，倒转对接，吞平再撕裂。一闪即过，噔噔噔噔，现在是我跟你尽情的挥霍。遇上能发誓，遇上仍可疯癫，遇上情牵，创造能作见证，随时狂想开展，随地上演。
Thank you, Ben. 好玩喎。这瞬间的你，我只想起缺点，令每句说话似红片。太上心，所以再讲不出要点。没理过你怎么会变，人情何以永远脆弱得讨厌。谁埋头埋怨，谁首先走太偏。你我决定要决裂，但我互相体贴。你我说话都壮烈，原来只想宣泄。何时煽风点火，热对热，共有角说服了自己，一刀切。在成全内心政治，再勇敢的我也想不到这天，害怕再只怕你来电。对你想讲理，却比刀锋更尖。未送暖已开始冷战，人情无法抗拒价值的改变。而仇人何以曾经肯见并肩。你我决定要决裂，谈何互相体贴。你我说话都壮烈，原来只想宣泄。何时煽风点火，热对热，各有各说服了自己，一刀切，才成全内心政治。世界决定要决裂，人人互相不屑。怪我血液也太热，言辞因此枯竭。为何煽风点火，热斗热，哪里有说服过大家讲真理？多苦涩，既已决定要决裂，为何内心虚怯？你我说话太过壮烈，如何找到真？谈过是非多亲切，由谁来解开死结？我知道兩位的偶像是 Eason 陳奕迅，是吧？不如就送回這首歌跟大家說 good night 啦。為什麼我還說到這個 tag， 我都未駛入，是他啊，不信啊？能被你踩到腳底，也不用跌低，誰奢望你懂得單戀這種造詣？你爱我是你不济，我寂寞仍够高贵，但你竟将这极品放低。原谅你不够爱心，品味迟钝，还福薄到接收不到我做陪衬，没法容纳这张脸，浪费我这个人。难做爱侣，我亦同情你不幸，如何还能安枕？我有我去爱你，为何你要
臂。其实你损失不菲，今天就来告诉你，曾预料天空花园给我们再游戏，还预料伸出手把好等未来出出气。我有我去爱你，为何弃要避？其实你损失不菲，怎么没人劝慰你？被爱是福气，你估多受心烦到你，莫非你古怪脾气？渴望说对不起，单身女人都妒忌。爱一片好心，多谢你肯，明知任你是身，居然拒绝行近，没有游轮我放心，浪费是激见闻，难从爱里我亦同情你不幸，如何还能安枕？我有我去爱你，为何你要避？其实你损失不菲，今天就来告诉你，预料天空花园给我们再游戏，还预料伸出手把好等你来出出气。蹦蹦蹦，我有我去爱你，为何你要避？其实你损失不菲，怎么没人劝慰你？被爱是福气，未估到就尽烦到你，莫非你古怪脾气？渴望说对不起，单身女人都妒忌。男人也觉得妒忌，男人也觉得好奇，难为你错失良机。咚哒咚哒哒咚咚哒。听完一首《我有我爱你》，我都好爱你哋啊！喂 ，Alfred 安仔，多谢你哋今晚陪住大家，多谢 KB， 多谢十三。咁我亦都要喺度咧介绍下我哋嘅乐手啦。喺我哋后面我哋要多谢吉他手神涛 ，Thank you， 神涛。耶！喺我后面有 Janis Man 嘅表哥 Jackie Man，Jackie。冇错啦，中意 Music Panel 嘅朋友记住疯狂 CLS 咯。撳埋我哋個 join 就變成我哋個會員，你哋可以不停咁樣去 loop 我哋嘅純歌曲版啊！好，導演，我講完啦，喺以視球同大家講，拜拜，拜拜 ，good night， 能為你錯失良機 ，good night，good night， 拜拜。